也麻烦请大家配合合作一下，把你们的手机转到静音的状态，谢谢合作。没带手机最好，与世隔绝。好的，我们给大家五分钟，先把这个会议记录，你们座位上的每人有一份这个常年大会会议记录报告，请大家翻阅一下。五分钟后呢，我们正式进入我们大会议程，谢谢。马来西亚华人演艺人工会总会的总会长高山先生，三位副会长，我们的秘书长，我们的财政，来自北马分会的代表副会长周远生先生和他的理事，来自北马的代表南马 南马的代表是柔佛州还是南马？柔佛州啊，柔佛州 ，OK， 不是南马，是柔佛州分会的代表。还有我们来自北马分会的会长，来到彭永天，特别协调黄喜光先生，还有他们的理事孙依玲小姐。OK， 来自马六甲分会的会长杨亮耀局生，还有他的会员们、理事们。还有来自森美兰州的代表秘书是吧，今天是秘书来朱先生。好 OK， 来自东海岸的代表 OK 东红老师，我们还有什么分会的 OK， 吉隆坡讲了，当然是最开始讲的 OK， 还有应该没有了好，各位理事、各位会员，我们新加入的家庭成员各位艺人、各位前辈、各位后进，大家下午好。好。非常非常欢迎跟感恩大家出席今天我们第十九届马来西亚华人演艺人工会的常年会员大会。我们希望今天的出席人数呢，能够达到我们的法定的人数今天的这个大会的主题是人在心在 OK， 那么我们去年的口号就是不是什么同鼓舞旗推动的同鼓舞旗推动希望今年呢，在从今现在开始呢，大家的心
都在。因为自从成立了马来西亚华人演艺人工会之后呢，我们的成绩、我们的活动，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那么要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就是从2014年开始呢，马来西亚华人演艺人工会主催的中国水立方杯全球青少年歌唱大赛呢，连续4年，我们马来西亚华人演艺人工会都获得最佳组织奖。我们要恭喜的今年也获得，今年呢，我们的代表更获得不俗的成绩。那么今年呢，在公开组，就是成人组，我们获得了全球金奖，还有青少年组，我们获得了全球银奖，就是第二名，还有一个是第六，啊，青少年的第六是吧？第六名，啊，这些呢都归功于我们所有的分会或者是代表啊，或者是我们的东海岸的这个协办单位呢，为我们主办了全国的选拔赛。那么之后呢，我们再来一个全国这个决赛，然后选出了最佳的精英代表马来西亚。那么这一次我们终于获得了金奖跟银奖，还有一个第六名。谢谢大家，所有感谢所有分会的支持跟协办，谢谢你们。希望明年我们会做得更好。好，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大会议程。这里有请马来西亚华人演艺人工会的总会长高山先生为我们致辞，有请会长。全国各地的爱护工会的朋友们，来自北马，来自深美兰，来自马六甲，来自宇宙后，以及我们马来西亚总会的同僚们，大家午间吃得好吗？很少在会议之前吃饭的，所以说今天的主题人在心在，或者心在人不在，可是现在我觉得是人在心在，头脑好像在想在睡觉了。我希望大家不要有这种现象，提起劲。今天一年一度的这个常年会员大会主题是人在心在，我强调就是说，人在心在，人不在心也在。所谓的为什么会有心也在呢？如果你在外头听到什么东西，或者有什么建议的话，也可以打个电话给我，也可以打个电话给其他的重要的会长们，说啊，这应该怎么，这个应该怎么加强，那个应该怎么加强。这个时候人不在心也在，啊，千万不要人不在心也不在，吃了饭。开个会回去就从下次就重新再来再看，是一条新的意思。所以说这次我们的主持人说过，今年2017年的马来西亚华人演艺人工会在海外的功绩，就是成绩非常亮丽，成年组拿了金奖，少年组拿了银奖，工会也拿了一个最佳组织奖。那工会在国外享有一个非常非常的，对所有30多个国家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印象。不只是说马来西亚有很好很优秀的艺人可以在国外打出一个很好的春天，我们马来西亚华人演艺人工会的组织方面也很强，在上下各方面的落力的配合下，才有历年来的成绩。2017年水立方的筹备工作到最后选出3位代表到北京，我们一共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有全马分作5个地区决赛选拔赛，
到最后有一个总决赛，在这个一间酒店里面。同时今年得到 Monspace 的落叶赞助，我仅代表马来西亚华人演艺人工会给他们非常非常的感激，也拨出好多很多人力以及空间平台给我们免费的利用，这里是我要非常感激他们啊。我们有一个新的朋友到了，是谁？侯美仪。侯美仪，哈哈，好好好，下面饭我吃过了，会议你一定要听到最后，我不可以走了。所以现在我们所要宣布的是，我们纪录大全，我们到现在为止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二，三分之二。因为问题就是说，本来我们就在今年就要开始 launching， 就是要出版的，可是我们在进行中，结果发现好多好多好多的一些细节，一些小问题，就是说。一人迟把资料送过来，送过来资料又不完整，又要去追，追两三次，他给了一点点，又不够，又在追照片。所以，一个歌星，一个歌星，我哪做的资料，打底要两个月到三个月的时间。所以在这里，我们铁定会在明年六月，会准时出版这个马来西亚华人演艺人记录大全，因为我们还差百多位。现在还继续在紧锣密鼓，在如土如火如荼的在追赶着啊，追赶的不是乱写，那些我们有九个写稿人都是非常时常在报界跟着记者他们或者是在杂志里边，而且对歌星非常熟悉的，因为我们现在完成的40、50、60、70、80、90，现在最麻烦的就是50年啊，就90年度到千禧年那些演员，有的你打了给他好好好好好了几个月，也是一个字或者一点资料都没有给我们，有一些旧的是没有问题，旧的我们可以去找他，可以找他，可是我们新的我们对他不熟悉，需要那些写杂志的写那个报馆的记者，他们跟他比较熟悉，时常有联络啊，就由他们来跟他们索取一些资料，就是最后那一部分，就是在千禧年过后的那些那些问题。可是我相信这种问题，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追着，一直在了解他们什么问题，我们在从旁协助啊。那些就是60年代、70年代、80年代那些他们不熟的，由我们熟的人去来跟他收集资料，那些到我们配合跟警柜啊，跟其他一些人啊，其他吴凤他们也会配合一些找他们的资料出来，跟他们一些不为人知的以前的一些信息，那么这个是非常值钱的，我要放在里面。下来就说我们一般上2017年的主要这两项东西我们要完成的啊，对，两项东西完成的，一个是记录大全的2018年我们在年中要出版，那相差只是整10个月，因为开始我们40年代60年代我们在这个10月要开始印了啊，所以我的一些关于2016年的最新资料这些资料到这为止，我谢谢大家。还有这个，这本就是记录大全的，是第一版那个，还有很多东西我们要改，然后外面可能我们的外形也要改一改。这改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一个整个东西已经出来了，可是我们是觉得它太大本太重，它可能会弄小一点这样情形而已。可是里面的资料内容。不会改，内容不会改，只是在整个size 就是太重了，我会改小一点这样情形，还要我们大家理事还要开会再做最后的决定
那等下我开完会，你们想要看看，还没有看过这本，有一些一部分的资料在里边，大家可以参阅一下，谢谢。好，非常感谢，好的，向华人演艺人工会总会长高山先生。